哇，章子怡真的很性感嘞！谁在说章子怡？我是说留了胡子的梁朝伟。哦。Oh my goodness！ 我从来不知道啊，脸上加了两撇胡子，原来可以这么 sexy 的。对了，如果啊，我将来男朋友也有两撇胡子，太好了。哎，是不是像我这样？差不多。但是啊，如果再加上梁朝伟电磁的眼睛，刘德华高高挺挺的鼻子，还有精湛的可爱的笑容，那就更完美了。很多人都是这样形容我的，不过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这两撇性感诱人的胡子。哎呀，只是脸上多几根毛而已嘛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哎，问题可大了，正所谓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；嘴上有毛，成熟可靠嘛。不过也不能怪你，你嘴上无毛还不是姐夫遗传给你的，这叫做不良遗传。Yeah, that's right，我真的很少看到悠悠啊剃胡子，他的脸上啊一直都是光滑溜溜的。喂，什么光滑溜溜？我的脸又不是地板。哎，难道这真的是没教优良传统，传男不传女啊？那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嘴上没有毛的。其实要长胡子还不容易。哎，印度有种药油，只要擦上去呢，就为立刻长毛了。你要不要试试看，悠悠？我才不要。大哥，你不怕人家说你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啊？嗯。那只是一些无聊的说法，你们去相信他干嘛？只要你有实力啊，别人一定会注意到你的。哦，不要就算了。悠悠，你的脸上真的长胡子了。真的，我都说我没有得到老爸的遗传啦。你们看，哎，地址在哪里？找出来给我。骗你的啦。喂，很好笑吗？ 牵手飞上天，远远看见，哎呦呦，是你的爸，我的爸，为什么连做梦他们也要跟着来？人生变得如此无奈，我的爸爸笑你爸爸，你的爸爸咒我爸爸，大人怎么可以那么散发？我不是娶了你的爸爸，也不是嫁我爸爸，二人世界四个人跳软吧。 稀里哗啦，所有为难饶了我爸。老夫妻就像小平娘家，也没什么关系。学华人传统，背唐诗宋词，好过你老爸教你东西。 You kick your mom, shut and sit back down, I curse you, hit your butt. 你老土为人，你不会做人，我怎么会遇上这种人？我不是娶了你的爸爸，也不是叫我爸爸，叽叽呱呱，稀里哗啦。 我叫奥斯卡，很聪明的，学什么只教他两三遍，他就会了，是不是啊，爹？对。我家尤金很厉害的，我教东西啊，只要教一遍，他马上就学会了。啊，你好。也谢谢。我叫 Oscar， 很听话的，你教广东，他从不管晚息的，是吗，爹？对。我家尤金很有礼貌的，每次看到人呢，都会乖乖的叫的哈。对。你家尤金这么厉害啊，会叫人的？没什么啊，亲戚朋友啊，都说我教的好的。哎，这么厉害啊，我们就要见识一下。好啊，尤金。 他什么事？快来，两个。哦，两个阿弟。我家尤金是不是很 cute？原来尤金是你的儿子啊！你们家奥斯卡不是你们生的？当然不是喽。那是不是很 cute？哦，原来你们讲的是一条狗啊！对呀，我们把奥斯卡当个孩子一样看待的。狗跟人怎么可以相提并论？ 当然是不可以啦，养狗比养小孩好太多了吧？对呀，养孩子要很多钱的，长大了结婚后，年终就有老公老婆，爸爸妈妈都丢在一边了。养狗就不一样了，每天只要给他吃两餐，偶尔帮他洗洗澡，带他到公园去走一走，这样他就对你忠心耿耿，死心塌地。最重要的就是，他绝对不会把你们丢在街边的。 养狗好像很好哦，对，确实好，是大错特错，养狗好。你看我们友军又乖又孝顺，哪一点比狗差？嗯 ，Daddy，
迪妈咪，你们放心，我绝对不会把你们丢在街边的。Oh, so sweet. 看呐、啊，我们有一件多孝顺。我一定会安排你们住在老人院的。有胡子真的比较 sexy 吗？没事，哦，你长痘痘了。没事没事，真的没事。过来，我来帮你消除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啊，不用了不用了。啊，你要笑就笑吧。悠悠，这是你的死穴，我怎么会忍心笑你呢？真的。不过，真的很好笑。你要笑就笑了，我知道我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了。对不起。我今天来不是来笑你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真的？我不是说过吗？如果要长胡子，就要用一种特别的药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说的那个印度药油。这是我朋友从印度一个有名的瑜伽折磨大师那里买回来的，特别有效。哇，很香嘞，有用吗？有用。印度片有一个男明星，因为脸上无毛，所以一直红不起来。后来用了这个，就大红大紫，现在可算是毛来运转呢。真的那么有效啊？试试看不就知道了。不过还没试之前，先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啊？Good， 可以用了。先洗脸。走啊！悠悠为你准备了一份 surprise。什么 surprise？ 那就是不告诉你。这瓶啊，一定是悠悠给我的 surprise。好香哦！悠悠，你的嘴巴怎么红红的？我刚才去晒太阳，不小心被晒伤的。晒太阳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晒到这边了。这瓶是什么来的？我买的防晒油，我去涂一点。好，我是假装不知道，让你 surprise 我一下。Honey， 我有事情想告诉你。不行不行，我很急啊，等一下再说。说完再去吧。等一下再说，急死。Hi。这是鱼子，鱼子狗嘛。我当然知道是狗了，你怎么买狗回来养？不是我买的，是我捡的。你看，哎呀。What? That is worse。万一他患了什么禽流感的话怎么办？不理当，不理当。鸡鸡鸭鸭才会患禽流感，狗呢只会患疯狗症。但是你看它，哦 ，so cute。怎么会患疯狗症的？你看，你看。No no no no， 就算他没有疯狗症，也不准在家里养狗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因为友军怕狗。Daddy， 我怕的是怪物、人狼，不是狗狗。See？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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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Daddy 跟你讲。狼跟狗啊是同样一个家族的。Daddy， 你又错了。人狼是人变的，不是狼，也不是狗，是跟人同一个家族的。Honey，这什么？我去厕所，难道要带他一起去啊？我把他丢掉啊。随便你吧，丢吧。我现在就丢了。雨静，雨静，拿去丢，拿去丢。这么残忍的事，我不要。我也会亲自丢，我就让你自生自灭。你不要这样看着我，我会可怜你的。Thank you.
我就爱上你了。不是说很有效的吗？都查了几天了，干嘛还没有看到胡子的？不会是我的脸皮太厚长不出来吧？不行，多查点。我有啊，我没有。电影就会开场啦。哦哦，好了好了，我去换衣。还不肯把 surprise 给我？好，我就自己来。还真懂我的品味。喂，我换好衣走了。来了来了。Honey， 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。我来了。哎，不要赶他，你看他多可怜的。What？ Baby， 有没有被吓到啊？我没有被吓到，我被气到啊！我不是问你，我是问 Baby。你刚才叫什么啊 ？Baby，Baby， 你叫我 Baby， 你也叫 Baby？ 你是 Baby， 他是 Baby， 不一样的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你看他被你吓到这样，我们就陪他睡一晚喽。不好，你忍心啊？算了算了算了。Good night, baby. Good night. 我不是跟你讲了。Good night, baby. 背你的死人头吻。哎呦。新衣服，美丽跟我穿一样啊，好不好看啊？不好，我这衣服不是他谁？不要紧，有你陪我就好了 ，baby。微微，就像你大哥大嫂出来吃早餐。哦。哇哇！怎么了？哎呀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？你一定是用太多药油了。我只是擦了两个手掌的药油而已啊。啊，悠悠，我这两撇胡子也只是用了两滴药油，你用了两手掌药油，难怪会毛成这个样子了。啊！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你们冲出去，只有悠悠可以留下来。哦，快点出去，出去，出去，快点出去，去出去，快点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你暂时先不要管我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哎，你怎么还没有换衣服啊？我看我还是不要出去吃饭了。你又怎么了？放心不下。你不是叫亲家帮你照顾吗？怎么还担心呢？就是那个韦大汉，我才不放心。万一啊，他故意虐待我们的 baby 怎么办？你想太多了。哎，万一呢？他不给食物给 baby 吃怎么办？不会的。哎，万一呢？他给错食物给 baby 吃怎么办？不会的。还有啊，万一他故意拿错食物给 baby 吃怎么办？对呀，对呀，他会给他吃啊。
安眠药，然后呢，等他睡一着的时候，再把它煮成砂锅狗肉吃掉它。所以呢，我才不放心给韦达涵吗？你呀、啊，只会照顾这只狗。那整天这只狗那只狗多难听，人家有名字，它叫 baby。我管它叫什么名啊，都是你呀、啊，把它捡回来，我们才没有机会好好过我们的二人世界的。Baby，是你捡回来的哈。我管你呀、啊，这餐厅的位置很难定的，你今晚无论如何都要跟我一起去吃饭，不然的话我就你就怎么样？我就去弟弟把你的卡给刷光。好了，那我们去啊，这样才对吗？来，我给你拿一壶啊。哎，安妮，这件衣服不是我七周年的时候买给你的吗？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、啊？哦，哎，那天 baby 咬烂了。我管你啊，你把它给丢出去！哎呀，衣服烂了可以再换吗？一只 baby 为什么要这样对它？好了，那你现在去换鞋，我去换衣服。哎呀，不管它是大只小只，总之。毛还没有掉啊！哎呀，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剃了，可是每次一剃没有多久，它又长出来。如果再剃下去啊，我的毛囊都要发炎了。都怪那别了，拿什么印度药油让你们用？哎，没用的，我们就快变成新加坡毛人了。不用担心，我有救星。你把他们害成这样，还有脸来见他们呢、啊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来赎罪嘛。长毛剃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哎，既然剃不尽，就斩草又除根啊！那这是我朋友从日本北海道和尚寺带回来的除毛贴，只要贴上这个，包管连根拔起，一劳永逸。哦，准备好了吗？为什么只贴上半边脸？我想试一试它的效果。啊，你怕痛？我不怕。你怕？我不怕。那你现在就拉。拉就拉。嗯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快让开！你的连衣裤我连溜了，真的。还有另外半边呢，不如我帮你拉，你帮我拉。准备好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。亲家母啊，你们不是出去吃饭的吗？怎么那么快就回来啊？开胃菜都还没有吃完，他就说担心 baby 这个，担心 baby 那个，胃还没有开啊，就没有胃口了。亲家母啊，你不要怪我多嘴哦。你看他那个样子啊，好像不大对劲呢。有什么不对劲的？你不觉得他在乎那只狗啊，多过在乎你和永金呢？嘘，不要这么大声，会把我的 baby 吓到。我不准你叫他 baby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你要我这个 baby， 你就不可以要他这个 baby。我要你当中选择一个 baby。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? This is just a cute little dog. 哎呦，竟然喂只小狗啊，闹家变啊！你们家的亲情还真脆弱哦。喂，大海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！哎呀，放开我！姐夫，我已经找到了。艾曼，你是谁？我都不认识你。喂，你要管掉我的 baby 啊？喂，这是我的狗啊，它叫艾曼。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事情很简单，他不见了他，结果他捡到了他，最后他对他比他还好，他受不了他。至于你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喂，我不管是他和他和他的关系是什么，我现在要带他回家。哼，拜拜。哎呦，
一声拜拜都不说就走了，是过分了一点。他的狗啊，毕竟是你们找到的。我说的是 baby。嗯。baby， 哎呦，多么熟，狗是人家的，带回家是应该的。嗯，你说的对，从小他养大，感情当然比较深厚了。对，你会这样想的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行，明天一大早，我一定要到宠物店去买一只狗来养。Don't you dare！ 喂，你们在吵什么？悠悠，你脸上的毛消除了，我的触毛贴很有效哈、哦。很痛啊！哎呀，只要一点点痛，牺牲一点是值得的吗？大嫂呢？我在这里。印度有一种药油，只要擦上去呢，就会马上的，就会马上。Sorry， one more time。如果要长胡子，就要用一种特别的药油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说的那个印度药油。我是声音沙哑了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啊？为什么你今天？就怎么样？我就刷刷你的卡，然后。长毛剃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哎，既然剃不尽，就斩草又除根。啊，这是我托朋友同事要等待。哇，你的内力！悠悠，你看，我不怕春风吹又生了。那就好了。其实光头也蛮 sexy 的吧？如果你可以像他这样就好了。不要吧。你的头发。我的头发，头发还在，只是做梦而已，做梦而已。